欢迎来当打火英雄 ，Fireman。最近已经连续三次大便时警铃响，就跟你说你代赛，你不信？你在代赛，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。我知道是你代赛。骚你们要小心了，同安不要帅张志远要为福出巡了。你还得拱我的心田，所以要 CPR。你们要再学那个纠康的讲话了。一样，脾气改一下，不要那么臭。五千万，二十岁，在干什么？打手枪，走在哪里？同安女侠紫菱姐姐，从小到大我就告诉自己，绝对不可以输给男生。高压麦见你还是跑了，很不可爱。这个全分队没有人比我更会写检讨报告。李阳，你讲话很大声啊！你都忘了你刚下我们队上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忘了一个月啊。哎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当英雄吗？5月2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《火神的眼泪》。